三番两次是你，竟都是不分好歹的愚善。大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，小小伎俩便能轻松骗来，你根本做不成天命人，还是早登极乐吧。事情已了，来日再会。
果然有慧根。放松些，这里可没有假道场的絮絮叨叨、打打杀杀。哦，好瓜熟了。尝尝。可别瞧不上这瓜，当年孙悟空就是用它炸了我那小童。来，进前来。既然寻到这里，有一样他俩都不会的本事，我可传授于你。手，禁字法，不杀敌，只克己，妙用何在？你自会明白。有位孙悟空的故人来找过我，说想清静清静，我便送他去了浮屠塔。你可曾拜会？偷说你是天命人，可这命若游了天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